Hello，正在上直播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迪丽热巴，我在电视剧《安乐传》中演安乐和弟子们。好，下一位。来，中俊。大家好，我是中俊，在电视剧《安乐传》中饰演寒夜太子。来，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呢，在《安乐传》中饰演洛明熙。哎，掌声。哎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如果这个弟子园当年没有被这个韩家灭门的话，你觉得弟子园就是他最终长大之后，他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不是太子、哎、你说不是当时已经那个就是跟什么皇上的爸爸还是跟谁呀、啊、就是说好了要嫁给太子，对，已经就是已经你们有婚约了嘛，如果没有灭门案、啊、你们还是就是这个弟子园和这个韩烨还是能走到一块儿，对不对？还是能走到一块儿，然后韩烨又娶了40多个老婆，50多个老婆那样。那也倒不会了啊，这个，这个我相信韩烨是一生只爱一个人的啊，这个是没问题的。那也就等于就是，如果没有灭门案，弟子园还是会嫁给韩烨，是不是？那我们40集白演了。那个不能违抗圣命，不是吗？还是、oh. 所以说你只能结婚了。明白明白。当然你，我相信弟子园也是非常开心的啊。行吧，那第二个问题啊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个，因为热巴最近在那个组里拍戏吧，最近是吧？嗯，刚杀青。刚刚杀青是吧？那你有没有就关注网友对我们的一些评价？比如说有些网友说你这个造型有点像弼马温，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？我看到也有人说小的时候看猴哥，长得看猴姐。这个需要我替你告他吗？什么？没听清？你说？没听见？你那有一点卡卡，你是不是也用 WiFi 呢？我说需要法律的援助。哦，好的，我这边我们家这块有法务，我一会儿就是看看私底下联系一下这个说你像弼马温这个朋友，看能不能把那个帖删了啊，不能删，咱们就动用法律的保护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看到这个，你会觉得是觉得很好玩，这个网友们很有意思，还是说你会觉得嗯有一些为什么我这么漂亮女孩，你要说我像弼马温，你会有这样的感受吗？是这样的，但是我们当时也。的时候呢，我完全没有想到，就是我虽然也从小看《西游记》，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形容。但是等我后来就是跟着网友他们分析的一些片段啊，我们在演的时候，尤其是我当那个大理寺的那个少卿，大少卿，嗯，大理寺少卿，对，那我很多人都说，就是跟那个弼马温他当时当官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，我才发现。哇，就是当时早知道我就不用自己演了，我就去参考，直接照弼马温演，有可能塑造一个更经典的角色。我看了好多那个动图，好像的那个什么叉腰的，你俩一扭头的啥，超级像。对对对对。行，我觉得你这个心态非常的好啊，非常的好，就是这也是你非这个行业，我相信是你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，对不对？对。嗯，那你觉得这个韩烨和你，对，那你觉得这个韩烨身上的性格和你龚俊，你觉得像的地方和不像的地方分别是什么呢？嗯，我觉得像的地方，我觉得自制力都比较强，嗯，自制力比较强，对对对对对，嗯、是的，啊、嗯，然后呢，我觉得不像的地方呢，我觉得他这个，哎呀，他有时候太过于隐忍了。我性格肯定不会这样，我肯定就办他。明白，就是你可能对你可能比这个就是更加的果决一点吧，啊，直接一点啊，因为他这个肩膀上的东西太多了，担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他也不能说对吧？就只能跟你洛明熙吐槽，就是他挺苦的。我不想听，但我也不，我来告诉你。行，那你觉得有像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像的地方就是那个什么自制力嘛，不像的地方就可能没有他那么的，你可能比他更那个处理事情更果决一些，对不对？直接一点吧，直接一点啊。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剧里韩烨
醉酒上树那里很好笑，然后呢就是喝多了嘛，当时那场是吧，那场拍那场我没喝多啊，他喝多了、啊、他喝的不是，那你这个平时你觉得如果你去评价的话，你觉得韩烨的酒量好还是你龚军的酒量好？那肯定是我酒量好呀。他你能喝多少来？你能喝多少？我想问问来，你喝多少？你告诉我。他那小子，你看一壶就倒了，好不好？你呢？一壶半。一壶半就开始耍酒。都是按壶喝的吗？他吹瓶，他都炫，他都。是吧？行，以后给你起个名小旋风好不好？你真能喝，以后在酒桌上管你叫小旋风啊、哦！过两天咱们见面，我让你炫一个啊！过两天咱们不是要见吗？是，给你炫一个，炫一个好，我等着你啊！那你一般就是，但是这个问题不是我要问的啊，就有点窥探你隐私了啊！就是那个什么，你平时日常喝完酒啥样？哭上树，一来道菜蚂蚁上树。我平时喝完酒，喜欢这个，直接往地上一躺，开玩笑，呵呵，他上树我一躺，开玩笑啊。我喝多了，可能就是会发发牢骚啊，跟睡觉啥的，发发牢骚啊。比如说，哎，过两天咱们见啊，我喝多了给你发发牢骚啊。行，说睡着了。说睡着了，我睡着倒没事。对对对对，睡着了，我就难过呀。但是睡着不要紧，他别吐我身上就可以。嗯，这都别的都可以，都是小事儿。是韩烨一定要娶李子源，为什么？啊，因为承诺吧。啊，韩烨他首先呢是一个比较非常信守承诺的人啊。他和这个李子源呢，小时候关系这两家也比较好，但是因为这个灭门案之后啊。这个地点呢可能就要被这处以极刑啊，然后呢就韩烨啊，为了救下他，然后呢就给长辈们啊立了个承诺啊，要娶他，然后才保住了他的命啊，是这么个原因。对，所以一定得娶是吧？一定得娶。不娶我们演这40集干什么？就是你不用，他也，我相信这个弟子缘最终还是得，你们还是得走到一块儿的啊、嗯、还是得走到一块儿的，还是得走到一块。那我说，就有朋友说这个韩烨是正直、善良、守诺。那其实大家都说觉得韩烨是一个完美的人，你觉得是这样的吗？就是一个他是非常完美。我觉得他挺完美的，但是我觉得他太苦了。嗯，就是太苦了，都往心里去是吧？是的，没错没错，也没法说、嗯、你说这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前期其实很多，对，很多事儿是没有说明白的，而且他默默的做了很多，为这个燃乐弟子园做了很多，他都没法说，对，没法说。最后真相大白的时候，就我的天哪，真相大白，大家接着追下去啊，后面就会真相大白，是不是？那一定要大家多支持这个安乐传啊。